现在你愿意说了吗？徐东风，你非要这样对我吗？我只是为了让你冷静下来，告诉我，平儿到底是谁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他。我为什么每次遇见你都那么倒霉啊？好，那你就在这里好好想一想，直到想到，知道他是谁为止。 只是普通观众，没权利参与。